我们重点检验新型车载火炮在各种复杂陌生地域最短时间内完成行军状态、战斗状态相互转换，并顺利摧毁目标的快打快撤能力。我们在高海拔条件下，通过设置各种复杂情况，组织野外陌生地域新型火炮远程机动和实弹演练，积累了大量高原射击数据，全面检验了火力毁伤效能，为下步用好新装备打下了坚实基础。